深圳湾公交站有多条假日专线，途经多个商场景点，都好方便嘅。好多咧公交车咧都系收费2蚊。如果你唔赶时间，坐公交车咧比较悭钱。以我今次为例，去深圳湾附近一家商场花园城，搭呢啲公共汽车都是一个唔错嘅选择。M507公交线，深圳湾口岸站搭到南门一方站落车，车程约15分钟。落车之后大约行5分钟就到商场噶啦。今日主要系见识一下一间平价日用品店，就系呢间洛沙儿全球好物折扣生活馆。上网见到人介绍话平到骨折，今日去实测一下。门口位系食品区，超多折扣零食饮品，人气火爆必团。里面都分咗好几个区，面膜区、护肤区、影妆区、百货区等等，商品排列得十分整齐。4层软抽纸6包装先系卖9.99。我谂大家想买下污糟嘢都好需要纸巾，好快用完噶啦。超大支嘅洗头水39.99，营养养发温和亲肤，人气商品进店必买蒸汽眼罩2.5独立包装，眼攰敷对眼都几好嘅。凡士林维护手膜独立包装先系9.99，保湿修护双手都系人气产品。网红爆款花味嘅沐浴露100ml 先系5蚊，等你可以轻松成为时尚达人。细细支便携装，有时候咧又旅行带去都唔错嘅。洁护面膜118蚊有2盒，每块咧8蚊左右。都市人生活紧张，敷个 mask 轻松一下。冰肌水面膜49.99有20块。虽然我唔识喜马拉雅红球燥精水，但3大盒好重手，男士个人用品都有，轻松洁净梳跑连剃刀换头，成套先系79蚊，超实用。冇钱买电动梳跑，买呢个都唔错嘅。美元发彩染发霜49.99有1支，仲要系增量装添。以前阿妈都系用呢种染头发，5分钟染黑头发。好多时候家长都唔会去发型屋染发，买俾父母都唔错。绿茶精水氨基酸洁面乳22.99一支，真系好平啊，又大支。呢个牌子首部身体护理套装19.99有2支，喺呢度可以实现大牌自由，大牌子咧喺呢度都好受惠嘅。多用棉签大罐装500至5蚊，真系平到笑啊，好实用，买翻去咧可以放心用，可以无限回购添。细盒装都有100至1蚊，价钱一样嘅。杀菌卫生湿巾80片先系5.99，大劈价3折。出边买咧起码要8蚊起跳啊！买翻去买下日都好，湿纸巾咧用下用下好快用晒。粗用纸巾家庭装只系卖15.99，住喺深圳买嚟都唔错嘅，买翻香港就唔太方便啦。仲见到个携带式嘅化妆镜只系卖5.99，公仔可爱之外咧仲轻巧，摆喺袋都唔占位置。女仔必买，家用简约方形镜都有9.99，好适合喜欢照镜的朋友，起身照镜，出门照镜。6+1金属清洁球5.99，6个金属刷头，有个柄方便清洁嘅，可以用好耐。金属球清洁真的好好用嘅。拖鞋37至38码，15.99，唔可以上手咧，手感都好软熟嘅。冬天毛毛鞋15.99，冬天着毛毛鞋虽然暖嘅，但系咧会焗住对脚，好易臭。60抽珍珠纹亲肤洁面巾先系6.99，仲要系零添加，母婴都可以使用嘅，细细包都方便携带。呢边大大块面巾咧先系7.99，质地几厚嘅，应该都几吸水。另外仲有其他唔同嘅毛巾都系做紧5折优惠，低至6.99就一条。2公斤洗衣液先系卖9.99，真心超平，难以置信啊！不过买翻香港就免啦，太重。另一款洗衣液都十分夸张，5kg 咧先系15.99，咁平啦，难怪咧成为人气产品。如果我住喺深圳都会买。金方牌留香珠19.99，淘宝卖紧28.99。
洗衫时放落去香好多嘅，仲可以除菌除螨，一物多用。洗衫要干净，离唔开洗衣液。好多人咧都忽视咗洗衣机嘅清洁，耐唔耐要清洗一下洗衣机，九个九一盒可以洗三次嘅。终于见到呢个洗衣珠啦，之前都见到唔少人介绍过。50粒钟咧先系25.9啫，72小时持续香气，除菌99.9%。呢个咧必买啊！日本丝王牌美白牙膏劲劈价9.9，香港买支牙膏都20-30蚊。呢度仲有舒适达、大陆名牌冷酸零牌、黑人牌等等都喺度疯狂劲减，全部10几蚊有交易。仲有冷酸零牙膏组合套装39.8，两支牙膏先系15.9咋。呢边仲见到好几种嘅香薰，价钱低至15.9。之前买过类似嘅产品，不过好快蒸发晒，就冇再买啦，因为要不断换啊。保温杯450ml 29蚊，外形简约但实适中，20几蚊真系抵玩嘅。仲有好多为女性而设嘅周边产品，头箍、发饰、袜等等，都有为小朋友而设嘅日用品，选择眼花缭乱。收纳品都唔少嘅，有个透明多用收纳盒15.9，摆下杂物都唔错。仲有呢个透明牙具收纳套装15.9，将牙具收纳得妥妥当当，可惜咧屋企冇位摆。垃圾袋两卷先系6.9，每卷有30个，每个咧可以承重5kg，平就够平嘅。不过咧平时屋邨咧或者私人屋苑咧都有派垃圾袋。如果定期领嘅话咧，绝对够用嘅。用得多咧，就可以买呢个，绝对抵买。加厚湿厕纸有60块，只系卖6.9，99.9实困率。有好多唔同牌子女人个人贴心产品，低至4.9一包。话说我之前咧帮老婆喺香港买，要20几-30蚊包。仲有包包公仔挂件，10几蚊一个，好大件嘅，买翻去咧当摆件公仔都可以嘅。除了之前介绍嗰副公仔款迷你镜之外，仲有呢几款简约款，全部5.9。有个架摆咗好几种嘅沐浴露，例如香港有卖嗰只 Dove， 一大支先系29.9，其他牌子都好平嘅。不过买翻香港咧就太重啦。绒毛嘅毛巾5.9一条，质地唔错嘅，都系进店必买。呢度有啲产品几得意嘅，例如呢个珊瑚绒干发帽7.9。套喺头上高吸干水，懒得用风筒吹必备。去痘贴19.9有12块。以前我都生痘痘，我就唔理，爆疮好核突，有呢个就好好多。另外必买有呢个去死皮剂里19.9，系好适合行路行得多嘅朋友。见到有个净痘爽温和冰山面膜9.9，又可以去痘又可以护肤，好似几好喎。除了日用品、化妆品等，零食区都值得留意嘅。台湾凤梨酥大家都应该食得到啦。呢、這个广东知名品牌凤梨酥大家都可以试下，一包10.9。柳州螺蛳粉一包7.9。中意食嘅人咧觉得香嘅，唔中意食咧就觉得臭，我就未试过。去骨鸭爪香辣味12.9。广告咧好搞笑啊，求你试下呢个必团啊！紫皮大腰果一大桶咧，先35.9。耐唔耐食坚果咧，都十分健康嘅。超大包花椒糕巴9.9，当薯片食都几抵食。大大桶爆谷9.9，食爆谷咧睇电影一流嘅。小鸭外豆薯片番茄味大大包9.9，真系薯片巨大化。哇，见到咧原味芝士蛋糕9.9一大盒。之前都试过类似嘅产品，应该都几好食嘅，求求你们试试这个。仲有好多零食饼干就唔一一详细介绍啦。洛沙尔虽然店面咧冇山姆超市或者 Costco 咁大，但日用品、个人护理产品都十分齐全，而且性价比高，入到嚟都会拣到心水，几十蚊就可以买到好多嘢。尽情舒服吧，买穷佢。其实洛沙尔咧深圳都好多分店嘅。地址咧会摆喺影片嘅资讯栏。
行完洛沙儿，我就近近地嚟咗呢间潮汕小店去试下。嗰条世家以牛肉嗰条为主打，价钱都好亲民嘅，都有蚝饼啊、潮州炸山堡、枸杞猪肝汤等等嘅。数码落单加会员仲免费送呢个普宁炸豆腐。我嗌咗呢个类似鱼三宝嘅嗰条街个老豆腐，先系33蚊，一个人晚餐食呢个都好够嘅，超级大饭，味道都唔错。汤应该系鱼汤，好鲜甜，而且比较清嘅。33蚊食个晚饭，香港咧呢个价钱咧，分分钟咧早餐都食唔到。前面仲有自助茶水同埋酱料，真系十分贴心。所以行完商场又想食平少少，可以嚟呢度食嘅，性价比高。其实呢个花园城咧好多地方行嘅，一次过咧介绍唔晒，有好几层嘅，留待咧下次同大家分享。所以咧大家要密切留意。呢度走都好方便嘅，可以搭的士咧去深圳湾口岸咧，只需要12分钟。又或者学我咁踩单车，20分钟就到，都好方便嘅。好啦，今集先介绍呢度。多谢各位收睇，未订阅观众记得订阅，我哋下条片再见。